没有啥小啦。可以啊，打 CS 买把刀，买个手套，基本上就 OK 了啦。剩下枪的 skin 我觉得还好，你就刀子跟手套买一买，剩下随便啦。啊，今天休假，没错，今天休假。啊，人家海豹刀彩虹刀要20000了，耶、yeah ！现涨10000，超爽！现涨10000啊，还是10000？应该是10000啊，忘记球现在10000了。反正就是买到撞到，打算什么时候卖掉？没开台的时候应该就会把它卖掉，换现金，或者是 CS GO 打了，二折一。那把狙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哎、欸。哇，他把名字改掉了，不知道。不知道叫什么，现在做二修二吗？做六修二，先买刀还是枪？刀，刀两边都能拿，很爽的。先买刀，反恐恐怖都能拿的，对不对？买刀就对了。做什么工作？工厂，作业我都不进啊，难得拼好，哎、欸，进了，不然晚一点拼个烂起来就妈的吐了。阿贤台狙529会上600大关吗？谁知道啊？干，很久没在看股票了。啊，显示念二季吗？是，台积电随便啦，500块就不买了。台积电就是500以下偷减个几张，然后500之后就不买。我的策略是这样，500以下可以慢慢偷减个几。Hello guys. Hello. Olimachu. Where we going? Hello. Copy. Oh, contact me. 6000进银行了没？早就进了，输已经。Oh, I saw Mike bro. I think many V now, bro.他们说，B 一定已经回防很多人，叫我们别打，那叫我们打回来。换枪，可以 copy， 就走了吧，就是我们三个了。shot， 这次用旋转跳拿青蛙跟瓦效益一样高吗？哎、欸，我觉得不高，我觉得还好。瓦用旋转跳效益比较高一点，我觉得。CS 现在不流行旋转跳，1.6比较流行，现在还好，现在比较没那么流行。CSGO 弹道怎么抓 ？CSGO 弹道是固定的。不行，如果你问我瓦罗兰的话，那可能好一点。CS 的弹道是固定的、啊，工作坊练习一下就好了。哦、没有弹、欸，先有缺弹。关枪 ，one shot。这可以，找个工作坊就能练压枪了。它不像瓦罗兰，弹道是随机的，考赛枪法的。come come baby。Go B。Go B。One shot maybe。Last ticket last scene。Cover me while I plant。飞子的 skin 跟关比联动吗？可以啊。阿贤瓦前五发固定代表二连发跟三连发很强，所以那有些人家要点射啊，或者是这消音管拔掉伤害比较高吗？可能会哦。心灵马力会提高，里面比较大声，心灵马力提高。1-6下压，7-16左下，17-20右下。你在做这什么弹道？瓦罗兰是不是？直接你找工作坊练就好了。这有工作坊可以练的，阿拉伯抽到吗？也、欸、是人家借的，借了要还，谁还要借？是不是把 skin 卖掉可以不用工作半年？没那么久啊。如果不包含我自己的，基本上往右下压就可以了。先右下再左下吧，这样基本上就好了。行情很好哦，还有人赖哦。有啊。这波操作比九面人还丑，那也没办法，很久没玩了，大家不爱看这游戏，比较少玩了。玩我的跑跑卡丁车，白眼。Let's mark it, let's mark it, KCT, mark it, mark it, mark it. On my way to plant.叮！人家守 A 耶、欸，打回防的是不是？你俩奇掰啊，杀小啊，这个人超奇掰耶！
你啊，这个 M 开头的真的是靠背、欸，这走出来他妈就打头，就你这一次打两发，操他妈的，垃圾人。Bro, where you go, bro? Mid, fuck, bro. Smoke. Smoke. Throwing a grenade. Flashbang.My up, my up. Remember, this is the killing house anymore. 很怕，很怕我把他的狙捡走。My up, my up. It's injury out. Flashbang. Throwing fire. It's injury. Throwing flashbang. I'm in one.逼了吗？Nice！ 他怎么来这里的？他是李圣杰哦。我们只是擦肩而过，好的男人有那么多。少了他的日子也能过。Let's go。李圣杰。Incendiary。完了 ，sorry。Throw flash, get up。Throwing flashbang。Deploying flashbang。Deploying smoke。你他妈的 ，bot 你走过来。GG! Job's done. 三连胜，耶！我好猛，三杀神呢、欸。